大老板是什么？他神秘的力量到底从何而来？塔罗占卜能改运吗？据说他能和灵魂沟通。你的声音是 Yokoso， 欢迎光临八又八分之一电脑的闪月塔罗奥秘室，我是秘室主持人 Summer， 将会陪伴大家探索认识塔罗的神秘世界，敬请收听，谢谢。来啦来啦，先和各位说明这次的闪电约会 Speed Dating 闪约的对象不是 Summer 我哟，而是塔罗牌 Tarot， 法语叫 Tahoe。 使得法语最爱把尾部的 T 和 S 音吃掉，在这里我们就不发 Tahoe， 而是发 Tahoe。 那这个节目呢，将会围绕着神秘面纱下的塔罗牌的各种迷思和大家一起谈一谈聊一聊。乍听之下呢，似乎我们是在聊八卦，哇，我们聊八卦也得聊得专业些好不好？那什么，抛下书包吧，我们会采用 NBA 的六合分析法，称之为 5W1H， 和大家一起聊下关于塔罗的各种八卦哦。譬如说呢，何人 who 谁创造，是谁使用，何事 what what is tarot， 什么是塔罗牌，什么情况使用呢，何时When 塔罗的生日，单身的，那塔罗是哪一个世纪怎么样出现的呢，何地 Where 塔罗的原产地起源，或者是塔罗会不会有爸爸妈妈呢，何解 Why Why 为何如此神秘，为何如此神准。当然我们也谈一谈如何 How，如何使用，如何选购，如何解读，如何抽牌。当然我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向我提问，如果你们对塔罗牌有任何不解疑问的，请给我 email。 那么呢，我会把我的邮箱地址呢公布在节目的简介上，请各位敬请关注。今天这个闪约塔罗欧密室的预告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见，拜拜。